我是刚管理车长，那2014年哦，我在回家转车来的。2014年11月19号，现在就在21:51，说白了是经由阳江北湖的。我带回家全车是235次，经阳江北。我的50次准备进站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50次，早上把这讲好，先看我花脸了。举光号，算，休战时间。1233，单电脑。然后明日号。啊，对，我今天看到。今天早上看到那个是一号王彩绘啦，是507啊，哇，全彩绘，然后超帅的，一般新日中我们只光用全彩绘。那下面干嘛专门都丢我们的只光后面，我的5544。在7度的你看。旁边开启车门，开启车门，好了，下面干嘛咱们坐坐电门大桌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坐这边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